这肯定是悠闲的一对了。哇哦 ，Jeff， 怎么？你有英文名字吗，哥？保罗，保罗，保罗，你叫保罗呀、啊？应该，那不是咱们上初中的时候老师起的。你叫英文名字呢？叫杰瑞。Jerry，老师起的。你有英文名字吗 ？Betty。你看人家叫 Jerry。Polo。不是 Polo， 保罗。Paul。啊 ，Paul。保罗就是 Paul 啊。啊 ，Paul。大家午饭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很饱哦。非常饱，吃饱了，在夏日里要消暑的话，接下来就要让大家进行午休了。要睡觉啊？对，午休。不可能这么好的这个节目。在你们身后有我们的安慕希冰爽休闲屋，为大家准备了舒适的床位、丰盛的水果以及零食，还有冰镇的安慕希饮品台。屋内现在的温度是23度。哦，非常向往。究竟是哪5位成员可以进去？我们要通过一项任务来决定。没有进到休闲屋的成员只能在户外的沙滩椅上进行午休。那我会尽力的。这项任务叫做抢水盆，两两站在固定的地方，中间有个水盆，大家根据指令做出相应的动作。当喊到水盆的时候，谁先抢到水盆并把水泼到对方，谁就获胜。啊，这么狠呀、啊！好草率的一个游戏，就是为了泼我们是吗？最后哪一队留在外面的成员越多，那这一队才要获得一个劳动勋章。我们是不是5打5啊？对，根据大家的一些情况进行了一个分组，沙哥和凯哥，轩怡和雨琦，卢卡斯和科，晨哥和老肖，为什么？嘉尔和 baby， 我跟姐啊，你给勋章我吧，你给，要勇敢一点，好吧。那你们两位先来还是怎么样？我们先来啊，还是炮先来。炮想先来，炮先来，炮来啊 ！Lego。郑凯的英文名叫什么 ？G。G and 炮。两位先礼貌的鞠躬，请鼓掌。拍自己的大腿。拍自己的脸。往前一步走。拍对方的脸。哎呦哎。摸自己的脚趾，刚才我也是摸脚趾了。跟对方礼貌的握手，这手有点摸脚踝。炮，注意炮，注意起立，起立，拍对方的脸，还摸脚这个是吧？左手摸右耳朵，右手摸左耳朵，左手捏鼻子，蹲下，起来，水盆。起来，水盆。你全泼自己脸上了，炮。啊，可以啊，沙哥可以啊。恭喜沙哥获胜，可以进入休闲屋进行午休。凯哥等一下要在户外午休。我喜欢自然风。接下来，雨琦和轩怡吧，向前一步走，伸出小拇指。和对方拉钩，立正，劈叉，劈叉。不是沙溢哥做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劈叉呢？你俩有这能力啊，有这能力。你们可以的话就来哇！你们可以的话就来哇！你们可以的话就来哇！你下一个口令是水盆吗？接着差水盆，来抱拳，做一，抱，脱衣，抱拳，抱拳。Sorry， 我跟他学的，我跟他学的。抱出拳，这是抓住了。等，脱衣，对，深蹲，起立，向前一步走，向后一步走，蹲下，起来，水盆。恭喜雨琦获胜！满意了吗？满意，凯哥，差不多吧。下一组成员，凯哥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咱俩来吧。Jerry， 加油，加油 ，Jerry！ 你不让雨神身上沾点水，你说得过去吗 ？Jerry， 有点说不过去了。他俩这太少了。啊，可以，买点。下雨了啊！下雨了啊！
下雨哦，下雨了，我下雨了，哇，真的雨神一出来，雨神一走到室外就下雨了，真的，实在是个阳光这么强烈还下雨，雨神呐，请回避一下，哎，这家邪了我的，你是不是用力了哥？没。这也太夸张了，这也太夸张了，天一下暗了，天一下就阴了，哇，真的下雨了，真的下雨，下雨了，憋下，来回去，我突然一下，哇，起风了，这风雨雷电这点事儿，你哥让老肖给控制了，没，怎么搞的？环节吧，不是你这水盆，赶快水盆来搓脸蛋啊，搓脸蛋。戳自己脸蛋，你干嘛亲我？没有啊，你干嘛这样子？戳自己脸蛋，戳眉毛干嘛？他没有，不行，鼓掌。他想了一想，门在哪个位置了？扎马步，不是，抬起一条腿，默契啊，都是这头。鼓掌，蹲下。蹲下，起来，还用水盆吗？我说摸脚趾，他俩多玩一会儿就都行了。摸对方的脸，我俩就感觉已经要破碎了。好吧，我们两个头撞到，向后退一步，水盆，向后退一步，水盆。算我抢到了呀！你是抢到了，但是你被人淋了。好消获胜，因为水泼到乔哥身上。哦，还你跟雨神较劲。天哪，下大雨了！哇，这太大了，突然一下。你让他回去好不好？让老肖回家吧。老肖收了神通吧。太神奇了吧！倾盆大雨，太夸张了！大家在雨棚下躲一下雨。哎，这老肖太邪乎了，巨大！哇，下那么大！哇，这太大了，突然一下。老肖，你解释一下，摆脱不了。我刚刚躲在这边躲好好的，走出来被他发现了。这得下到什么时候去啊？这个至少半个小时。把伞给大家，让躲一下房间里面。来，我们俩一个，我们俩一个。谢谢。你把我们的老肖先送进去，对。我把他带走，送进去就下雨，这停雨啊，这好笑了，真的是。哎，你会不会一进来以后它就停了？一进就停了，雨小了。喂真的，妈呀！喂，他一进去雨就小了。哎，肖哥直接不许出门，我跟你讲。我们叫老肖哥先回酒店吧。让他回北京吧。先回北京好。到哪儿哪儿下雨，是不是工作都快没了？我真的是停雨啊。停了。还挺神奇啊。别这样，他会难过的。里边还不如外边呢，太热了，里面让老肖都别出来啊。他不敢出来了。我们继续吧，来吧，上水盆，快了，还有两组。那他们俩要不要叫出来？他们可以在窗户上也能看到啊。行，来，请听口令，摸自己的耳朵，摸眼睛，摸自己的腹肌，没有，摸膝盖，脚踝，右手摸左脚，左手摸右脚，左手摸右耳朵，左手摸右耳朵。Baby， 你怎么了？起立！你怎么一站在这个位置？翻白眼儿。翻白眼。向前一步走，向后一步走。哎，你们向前了。蹲下。握手。你把盆蹲中间干嘛？蹲下。来，水盆。
恭喜这一组获胜的是 Baby。我来啊 ，Lucas 来了，来、啊。我们接下来 Lucas 最后一组了啊，来、啊，准备好了。向后退，向后退，向后退，向后退。你退太多了，卢克斯。向前走。哇！走的有点近啊。向后退。向后一步走，一大步走。一大步。哇，好大了啊！做一个 wave。嗯，来 wave。哇！摸膝盖，深蹲，起立，摸耳朵，摸鼻子，蹲下，起来，向前一步走，蹲下，起来，向后退，蹲下，起来，举牌，举牌，举牌，为什么每次受罪的是隔壁的人？恭喜蔡徐坤获胜。怎么不争气？我也很努力啊，他比你争气多了。不争气的玩意儿。好，恭喜 Baby、沙哥、雨琦、老肖、坤儿，你们可以到我们安慕希的冰爽休闲屋里午休，其他成员在我们旁边的沙滩椅上进行午休。沙滩椅都淋湿了。因为黄队在外面休息的人更多，所以黄队要获得一枚劳动勋章，请来领取。劳动最光荣。大家拿两毛巾把自己水擦一下，别感冒了，然后进房间休息啊。黄队就我一个人进屋了。走，咱进屋去。其他成员稍等一下，我们到旁边的沙滩椅来休息，躲一下吧，躲躲雨吧。哎呦，哇，有柯基耶。哎，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？有，直接脱鞋进去吗？直接脱吧，直接脱吧。哇！哇！我要柯基。我也要柯基。朋友们，睡觉啦，睡午觉啊，小朋友们。哎呦，这里还有安慕希的酸奶台，可以做一个高脚杯的这个无克蛋白蓝胖子，这个高脚杯叫蓝胖子。哦，这个可以配这样子哦。对，还可以配个草莓，就感觉很优雅，优雅的享受安慕希。嗯，哎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了，我们一起玩这个好不好？真心话大冒险。我这里应该不会咬了。颈的。嘿，不行。这应该问题不大哈。我觉得就是他。试试吧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你要什么？真心话吧，真心话吧。真心话问啥好呢？我都不八卦，我不想知道，我不想知道。我也可以自己给我自己出一个问题回答。那么想回答吗？真那么想回答吗？希望多大结婚呢？对啊，哎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自己心里有个谱没有啊？多大结婚其实不是年龄决定的，就是得遇到那个就是对的人嘛。对自己觉得有个是，比方说30岁以后啊，还是40岁啊？啊，看情况，看情况。这么草率吗？这么草率吗？比房间里好多了，是吧？我也觉得这里舒服一点。哎，这外边真的不错啊，是吧？Until the music in the morning rain. 这拍多久啊？那你们休息啊？真的休息啊？对啊，让你休息你就好好休息，是吧？听节目组的就完了，不要抵抗。我现在有没有有点像那个北京的那种老大爷？嗯，哎，舒服。不是，北京老大爷这么说的，舒服，舒服，对，舒服，然后舒服。我看这个不说舒服，北京老大爷说不是说舒坦，舒坦，得劲儿。
速弹。哎，那个也可以，那个是节目还是那个是玩的等还是？你们想进去吗？我们的环境。哎呀，那早说、啊。哎呀，如果想进房间的话，大家就来这里完成这项任务，成功的队员就可以进房间里休息。我们不要进房间啊，我们游戏可以输，人品不能输啊。但这个是挑战啊，我要挑战。这个是干什么嘞？我们可以把这个冲浪板放在吊床上。然后在这个草地上进行冲浪，如果能够站起来吃到甜甜圈就成功。裁判老师好像不会这个游戏，别勉强，哥。太简单了。我们进去干嘛呢？进去休息啊。那他们也可以叫他们出来挑战，想出来的人。他们应该不想出来。有这样的人吗？好像没有啊。或者我们赢了，叫其中一个人出来呢？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哎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好，叫他们出来是吗？也行吧，你们自己商量吧，都可以。你放弃这个节目了是吧？你们自己商量吧，放弃。对，他已经睡着了。没事，本来就是午休时间，就是让大家休息的。我先来吧，你先来。这太简单了。哇、wow ！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慢一点啊，小心。上。哎，下雨了，会有点滑。上 ，OK 吗 ？OK 吗 ？OK。脚趾用力。脚趾用力，用力，看前方，看遥远的前方。哇！等一下，哇，好难呐、啊！这太简单了。这个很难的，很难哦。很难吗？很难。你小心，我帮你 hold 住，帮哥 hold 住一下。主要是有水。好吗 ？OK 吗 ？OK。好，放了啊。放。哎，哥有重量，所以还好。在哪儿呢？那个地方？在你后面，左后面。左后面。那个东西在哪儿呢？边上。再来一次。你们确定有人完成过这个任务吗？完成过。没有，刚才那个裁判老师也没完成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哥，爽快一个咬一口，左边上面，哦哦，不要笑哥哦，来了，舌头哦，可以了，这个已经舔过怎么办？这必须要你完成了，我们不可以再碰了。哥，这游戏只能你玩了，现在只能进房了。来，你要来一下吗？啊？你要试试吗？你要不要试一下？真的假的？来，上。等一下啊！两个脚分开站，再分开，对，再分开。哇，好难啊！好。我们封锁了啊！放啊！哦，果然女生是可以。Yes！ 好，恭喜轩怡挑战成功。叫他们其中一个人出来。我们原队，炮叫炮出来。炮，我们是本来是我们队的嘛，叫他出来啊！归队。可以。沙哥出来陪陪我们吧。有点热，还有点热。我已经出汗了，已经。这环节感觉总算是后边有什么事儿，好像有啥事儿似的，隐藏着一些阴谋。怎么了你？进来，他是被欺负过来了。沙哥，过来一下。干嘛？有任务？怎么玩？有秘密任务？有任务？怎么还给我们拐走一个呢？还我还回去吗？
回不去了。对不起，帅哥。我还以为叫我出来什么好事儿呢，有点气的鞋都掉了。一次挑战开始。他们在外不是休闲呢，我们在屋里是休闲娱乐，来一个。你谁在晃我啊？没有人晃你。不要晃我。你怎么搞我？不要。没有人搞你。是不是很难？让自己平衡就行。对，哎，对对对对。哦。可以可以。定义。可以，有了。Yes， 好，帅哥挑战成功，把炮再送回去，把炮再送，你再回去，我不回去了，为啥？因为我马上又会被另一个人再叫出来，遛傻小子呢，是吧？他们好像在冲浪啊，我们要不要去看一看？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游戏啊？他们这还挺好玩的，我们去看他们好不好？可是太阳蛮大的，我要出去吗？我怕你一出去就下雨，还是去吧。炮又回来了，你又回来了，我们刚准备过去呢。六傻小子呢，又给我送回来了。在干嘛？练冲浪是吧？我可以试一下吗？可以来，可以试啊，就是要吃到甜甜圈哦。很难吗？挺难的。是吗？挺难的。难点在哪呢？哦，因为它不稳。这甜甜圈它不动，你让甜甜圈动吗？不要，加油！欺骗组来了。我总觉得我的舌头好像能够到的。可以，可以，你在感觉它很好吃的样子。不能笑，不能笑，不能笑。吃到会怎么样呢？吃到了就可以叫抛出来了。对、哦，就这样啊。然后再吃到就可以叫他再回去。哇，这么难吗？这么难吗？不行不行，这还挺难的。就是感情里的欲擒故纵，离得很近就是吃不到。吃不到。还有想挑战的吗？我想试一下。你要往前站一点哦。哇。等一下啊，我们松手了啊！哦，好，松手吧。哇！哎，先稳一下。等我。这么难啊？松手了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左边。冲浪的少年。谢谢。等我。好，等再等哦。这是平衡感。平衡感。你在看哪里？在看甜甜圈。哦，可以了。哎呀！哎！等会儿，重新来。你好像离这个圈太远了。左边，哦，有风了，甜甜圈有风，完了，来了，哎，还是沉一点，差一点，错，没效，没有风了，现在有，完了，晃起来了，重心放到左脚，来，哦，是不是我教你放重心放左脚，对吧？对，可以叫炮出来了，姐，叫炮出来一下，他睡了。跑，孩子们！帅！再怎么跳？再一跳吧！来，3、2、1！你们突然安静很多。
有点，好激动，好激动！泰国的水是什么味儿的？这水真的是咸的。接下来的家族任务就是一场泳池派对。安慕希的试探，成员一对一进行挑战，分别站在浮垫两侧，一人进攻，一人防守。防守方需要与进攻方始终保持步调一致。进攻方的目的是拿到安慕希，折返跑回起跑线后。当进攻方触碰到安慕希后，防守方就可以对其发起追击，在安慕希过线前抓到进攻方，即为防守方获胜。进攻的人自己来控制这个节奏，防守的人要完全模仿进攻方的动作。你做任何事情他都得做，你跳下去他也得跳下去。好，哇 ，Party！ 我为大家公布一下分组。扎哥，稍后你要从其余失败的成员当中挑一位，三局两胜会决出获胜者。凯哥跟深深先来，第一局请准备。进攻有优势，进攻有太大的优势。对，你怎么你都会慢半拍，怎么都是他第一时间是第一时间。对，来了不？来了不？我抓，快当防守。看一个泳池秀，好好看哦！再滚下去了，啊，他就下去了已经。
终身胜出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太秀了，太帅了，那家太帅了。没朋友，没朋友，帅到没朋友。我来，我俩来吧。帅到没朋友，那来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那你先进攻吧。好，那我先进攻。这么看不起我们老人？来吧，晨哥。精彩，这也是一场强强对决，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决，帅到没朋友，帅到没朋友。你觉得我跟他是力量和力量的对决吗？哎，我发现这体重不一样，体重轻的人很吃亏，是吗？晨哥动一下，我都得那啥，吃亏吗？这都已经下来了。下去了！往前站一点，两只牛蛙，来，来吧。刘梦红啊！晨哥胜出，这下可以啊！哇，陈哥你，哇！这下证明了吧，我哥真没有那个假发片，都是真发。他是没有眉毛，眉毛还在吗？你看一下。还有吗？没了没了，确实没了。先闻呢。两位，第二局请准备。等等。啊！屋顶着火。等一下，富哥啊，还有俩伴舞的。啥呀？哎，屋顶会着火。好帅，怎么说很帅啊？帅，老妈。哎，你这个造型有点梦回你道明寺的感觉了啊！明寺，道明寺这个回来了，明寺。出差好久了吧？出了四年了，出了四年，今天终于回来了。两位目前1-1打平，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人的决胜局。去了安慕希，为
了救安慕希。对，这一局恭喜李晨胜出，表演精彩。安慕希新升级的美味更顺滑，然后还有这个零蔗糖，很好喝的。女生上一组 ，mini go， mini go， let's go， go。你要哪边？这边 ，OK。两位，请准备。又没够着，真没够着。根本啊不够气，来了，怎么这么累啊这个游戏？对呀。两位，第二局，请准备。哟，哎，上菜了。哎呦，那我刚等很耐。胜出。接下来出战的是李琦和白鹿。白鹿，加油！哇塞，我半年没下过泳池了。哎，这水好咸啊！咸，是淡，水是咸的。对，有水，有盐味。两位，请准备。呜呼！啥歌呀？这啥歌呀？我的歌！白鹿，耶！从心里上吹。世界夕阳西下，看我一边走，十分天色晚霞，这道理。你别太投入了啊！舞蹈舞蹈舞蹈，这首歌的舞蹈，这首歌的舞蹈。没有舞蹈。静止了。他想着在思考。你是不是想听自己歌？他在打歌吗？他在听歌。歌要放完了。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？白鹿，你目的达成了。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？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观众的心里。两位，第二局，请准备。
呦我的妈呀，差点把自己给吓整了。啥呀啥呀，谁学谁呢？哎！再一会儿，你俩把那首歌跳完了。恭喜白鹿胜出！恭喜恭喜！我的萨神现在是什么样子？现在就是全都湿透了，已经。等着等着，这舞蹈这一块也得水平也得上来啊。啊，楼上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跟你说眼睛有被扎到，我不会选你的，你的舞蹈不过关，在我这儿。我们主打是个项目，难怪一九招多呢，难怪一九招多呢。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，大哥？承认说再给他一个机会，但他的舞蹈在我这儿不过关。怎么了？我那舞蹈，我这次肯定。我选雨琦。雨琦，你把好意思。你把你演唱会的舞蹈拿出来，我被淘汰了。我们的演唱会非常 sexy 这次。OK， 你先来吧，歌手。行，那如果我赢了怎么办？对，雨琦若赢了也就赢了。啊，不应该这样。对啊，没事，挺好的，你智商很高。雨琦，不要让着他啊。赢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你不赢，观众又得说你划水。阴阳怪气，咱永远不能做一划水的人。拿出你跟我撕名牌的劲儿来，拿出那种感觉好吗？请准备，一起来 ，Let's go。我上那边了是吧？你别去了，你累，你保存点体力，你在这歇会儿吧。还是与其是进攻方，虾哥防守。好，准备。再跳一次，这次又是这个动作，你要怎么接住他？接住了，接住了。干什么？大哥，干什么？
完了，这个真超出我的艺术范畴了，有点悬殊。超出艺术，我叫你选我，你不信？我的舞蹈希望你能来他那，你来不了。恭喜雨琦胜出。第一项挑战任务是单手抽卡牌，一个成员只用一只手，在八秒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抽出卡牌。哇，好酸！这个数字会从40开始往下依次下降。当你觉得你八秒钟能挑战，比如说20张的时候，你就在20的时候就拍下，这个时候你就有机会出战了。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挑战完成这个标准，那这个队就可以获得10个积分。这样吧，我们还是裁判演示一下单手抽卡片的方式啊。哎呦！你怎么不继续抽下去呢？继续啊！继续啊！怎么只耍帅呢？不是，还瞪我们眼。他的表情还是一点了不起吧？你倒是抽完他，你再耍帅呀、啊！我不告诉你我的实力。刚才等抽。哎呦！那结果一看，4秒也没到。怎么？后面的4秒是摆 pose 的时间是吗？第一个单手抽卡片的第一次挑战，这样去竞拍，从40开始。30多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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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，陈哥，你们准备多少拍啊？我们准备10个吧。为啥那么少？怎么感觉没人拍呀？等等，你先别拍了，先别拍，先别拍。要不拼拼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完吧。凯哥、白鹿和张真源拍到了第一次的挑战机会。8秒钟抽28张卡牌，28好远啊，凯哥！一秒得3张多，太远了。不是，我先去吧。可以。我觉得我完成不了。万一你就成功了呢？万一就成功了，真的。对呀、啊。加油！我先去吧。那这个是擂台赛吗？他们拍完我们还可以再拍吗？都没成功，你们三个就下一次就不能拍了。下一次就是另外两队拍第二次的挑战机会了。我们根据你们三个的平均值，我们好知道大概选什么。白鹿，你要不自己先把两张卡感受一下。哎呦，厉害吗？哎呦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哦，那还可以更快。那是不是可以2张一？你要是先的话，那就更快。那可能更快了，对对。单手，所以是你这样薅，薅，你刚才薅的吗？薅很慢啊，这是慢啊，这是慢，捏这捏肯定慢。来吧，白鹿挑战8秒钟28张牌。你试的不挺好吗？哎，其实时间还蛮多。哎呀，10秒06，不行不行，太多了。28还是有点难度的，25以内。对，完了，太多了。其实应该是拎的好一些。拎的好，哪你这样？但是那个费时间。那凯哥，我先去。来吧，真源。真源。不是，不能2张牌一起打掉是吧？因为2张一起打，是的，你是这一下打2张，但是有可能因为你没打掉，有一张没打掉的话，你这个动作就白费了，你的时间也会浪费了。它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。机遇。我们还是规定一下，就1个1个来吧。对对对对，这样的话都能完成，这样都能完成了。对，好，王八的屁股规定吧。张真源挑战。可以，好快！可以！张真源，你是张真快啊，厉害！以后啊，你的麦克风就放一排，你知道吗？拿着唱，每拿起一个麦克风唱1个字。张真源挑战成功，
所以白队可以获得。凯哥，你要感受一下吗？不用了，我要感受一下。给凯哥来个30。我可以试一下，我可以试一下。他原来是最快的男人，现在张真快了已经。你就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你让我们看看反差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呀妈呀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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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郑恺，小猎豹不在了，不服老不行了吧？紧张了，紧张了。我觉得你不仅是手的问题，眼睛可能也有问题，然后花了有点，脑子也有点花。这个东西要冷静，冷静啊，不能。对对对，一慌就不行。没事，你们反正已经挑战成功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的竞拍，由棕队和黄队进行竞拍，成功的那个队伍可以得到7个积分。我们已经输掉3个了。如果我们要是用一个29呢？也是一样的，因为是第二次的竞拍。那咱们两组商量好了，降到20以后咱们抢，公平一点，好不好？公平，公平，公平。来吧，第二次单手抽卡牌的竞价，现在40开始。到多少再拍？20以下是吧？20以下吧。哎呀，你相信他们吗？你相信他吗？每个人都在互相问。30你就想拍？你看1到28全抢。三十。不，30肯定达不到，28以后吧。我还有28了。29你就拍了。29你就拍了。不28就弄完了吗？啊，行行，让他们挑战。周深上。为啥是我？加油，深深。没事，我是第一个人，我不用那么有压力，交给你们，加油。啊。哎呀，我刚刚用了这手，对不起。这用两手了，用两手了，用两手了。我忍不住用了这个，忍不住。那我们重新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了。好，对不起，没忍住。你压轴吧，你压轴吧。我不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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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压不了。来吧，你好了就自己开键就开始啊。是不是很可怕？按那个钮。好僵硬，好僵硬，怎么那么僵硬？孟子义，怎么那么僵硬？孟子义，可以可以，还135的挑呢。还行还行，这个手真的控制不住，好几次想要拿上来，真的忍不住的手。但我觉得你至少学会一招，就把手放在后面，让不去用那个手。这手很难，我就刚才都这样了。咱们组的策略是什么呀？咱们组的策略是等别人输。躺赢啊，躺赢。我一直以为有不一样的谋略。谋略就是不相信他们能赢。开始啊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开门红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还有一罐呢，还有一罐呢，哎，可以。行了，换人。范丞丞挑战失败。其实你可以的，你刚才都8秒了。其实拍这样就好。我这么抓好像就是不好抓。你要不是回头抓那个，你就可以了，程程。周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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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，加油哦！好快呀、啊！好快呀、啊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
哎呦哎呦，哎呦哎呦，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呦哎呦，可以，快摁，好快呀、啊！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快摁，7秒86，哇哦！哇，最后的一丢丢。恭喜周深挑战成功，所以黄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就获得7分。我们顺理成章的就是6分。没有了，那这个项目就是没有更多的得分机会了。那如果三位想要感受一下这个项目的体验，就是可以玩一下。我能试一下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注意安全啊。好，我先问一下，我们就没有分挑战了，正片里能播出不？正片里可能有一点难 ，Z 世界上有可能。为 Z 世界挑战一下，为了 Z 世界挑战一下。好了，来吧。一，也小心不要打到脸上。哦，打脸啊！我没想过这个事情。等一下，预备，来，预备。预备！我别喊预备，我好紧张。你自己开始，好的好的。不喊预备，直接开始是吧？好。对，不是，对对，嘘。哦。预备。等等下，不要叫。开始。我完了。开始。哎呦！算了算了算了。哎呦！算了算了算了。回来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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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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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算了，你这段演完了以后，晨哥那更播不出来了。好，第一项挑战结束之后，白队获得10分，黄队获得7分。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行第二个挑战任务的竞拍，体前屈百击木，就是一个人坐在瑜伽垫上，双脚并拢时，以他的脚踝的位置为基准，然后身体向前屈伸来摆放积木。谁摆得越长越好是吗？对对对，是的。妈呀！妈呀！我能放弃这个挑战吗？我去，这我行，这我行，我行，拍，拍，拍啊！拍吗？拍拍拍！我们测试过，男生最多是摆到7块，然后女生是摆到8块左右。你们最厉害的才7块。对。是这样摆吗？是的，是的。那我们有可能能到9块。我靠，不可能！你想什么？我觉得5块6块极限了。体前屈百击木，第一次竞拍，起始目标是12块积木。拍吗？别！拍吗？揪一下。七已经超过那个。极限了，七已经超过人体极限。哎，他们摁了，就他们摁了，就啊，你告诉九以下吗？九以下吗？我想等到八再摁，但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摁。我们这都没有人的手摆在这里。你不说你行吗？我说九以下，他说九就摁了。中队挑战体前屈百击木9块，先出战。你先上，你先上，我软，我硬。然后大家都拉伸一下啊，不要抽筋了。哎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朋友们。然后大家都拉伸一下。坐不直，坐不直。坐不直。我跟你讲，我白鹿连坐都坐不直。我坐都坐不直，我落一下。哎呀！我去，还得再宽吗？岔不开啊，这裤子岔不开、啊。裤子确实有点难受。我就到这儿。李晨先出战，开始吧。你往前，他让你往前。然后呢？完了，然后腿打开，对，前屈，对。你们谁帮忙按一下陈哥的腿吧？这个我愿意帮忙。来来来，我们自己有人，我们自己有人，我们自己有人。开始了吗？哎，你得往前跑。
来吧。一块。啊，就这样。你拍了九块哦。你是九块啊，还有八块。加油。还有。还有七块。能接力赛吗？还有七块。哎，哎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，真可以，加油！耶、yeah, ，加油加油！我也要连在一起，摆好连上啊！万万没有想到，一二三，深呼吸，一二三，深。我感觉我像健身房教练。吸，吸呼。蔡文静在那呼呼吸，吸吸捡回来，吸捡不回来，捡不回来了。那就再拿一块，再拿一块，捡不回来就拿。吸呼呼呼，我给你试一下九块到哪儿啊？一二三四。五六七八九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咱回去吧。晨哥挑战体前屈摆九块失败，你们来吧。哎，不，你要往前，你那个脚黄的在脚踝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对，好，啊，对，稍微往后一点，稍微往后的，他们盯着呢，他们盯着，来吧，好，好，这样哈，对，我这也遥不可及啊，估计是都不行，来吧，呀呵，呀呀。四，跟玩似的。五，一二三四五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谁？需要帮忙吗？需要帮忙。我没那么想赢。啊，你没那么想赢。他跟我说我没那么想赢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组的都是什么队员？你别这样，我好害怕呀。一二。慢，哇！谁呀？再试一次。那我给你压腿吧。你这呼我一下，呼你一下，呼你一下呀。我说呼我们呼啊。一，呼啊！呀，不不，还没呼，还没呼。呼，呼呼。呼呼呀！二三四五六，好，最后一个七，我这个不算嘛，那个得摆正啊。哎呀，摆正嘛，来摆正，摆正啊。现在第七块。呼，后面没力。一，一二三，三。好，不是你这样，你手在最后的时候来一个这样的。对。就这一下，你知道吧？就这一下。好，明白。对，咱弹出去。一二三。弹一下。没弹稳，你再来一下试一下。送你们得了呗。来来来，还有机会。陈哥，这么多台机器呢，公然作弊。你们这一组会出现在正片吗？没事，多余咱捡到贼世界里。行，那我们放弃。我觉得放弃了。我们放弃了。沙哥来。沙哥，我还来吗？沙哥来试试。来一下，我觉得有机会。你不是说你很厉害吗？来吧，沙哥。一。要帮你一下吗？不用，不。二，我帮你一下。别！让我自己一点点过去。啊！好优雅的手指啊！四啊！我也弄了四个刚才。哎呦，下一个可以啊！来给自己按摩。积木也要休息一下吗？刚才沙一哥说这个我没问题。啊！第五张。
会。五个，我第六。我这两块现在比积木都硬，我靠！瑞文又多了三条，老子！我跟人肚子阻挠了。肚子太大，要没肚子就够着了。现在恨自己肚子大了是吧？还差一点点，老沙，还差一点点。这几个了？这是六个了？那能到九个吗？中队挑战体前区百积木九块失败，马上我们就进行第二次竞拍，可以竞拍的是黄队和白队。抢六吧。好，他们七。哎，我们怎么亮啊？你们也按了。我快，乐姐快，我纯展示，我纯展示啊，纯展示，纯展示。啊！哎，就这个人，就这个人还敢按七呢？就这老妖。1、2、3、1、2、3。哎！哎！好好好好好好，白鹿，你连一块都放不上，就这样还七块，你还拍七块？我为你们拍的。你先把它放正了好吗？我没办法，我没有办法帮你。别贪多，把它给我放正。别急，别贪多。哎，你看这气势，仿佛你已经拿到七了。唰，是什么声音？你最近要坚持，别动别动别动，最近的康复已经有进步了。哎，好，再来一块。这家玩小汽车的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要摆正，要摆正，要摆正啊！把前面的人，你先把这块摆正，先把这块摆正，我放弃了。凯哥加油！凯哥需要帮忙吗？等，不是，干什么你们？干什么？哎，什么意思？干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哇！哦，他好轻松啊！哎呦，凯哥可以啊！是，妈呀，这原来是芭蕾舞团的吧？这是舞。啊！不要！等一下，够不着了。你俩起来一下。有哇，还差一块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俩都拿了。这给我放过去，这放过去，你自己弄一边的。对，求我。这个得放。凯哥深呼吸，吐气，吹口哨。把肚子抬空。你等一下，分开了，这块分开了，别动。快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凯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！恭喜凯哥挑战七块，辛苦了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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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芭蕾王子确实是这横叉。张真源，要不挑战一下？哎，郑源，你来一下。郑源，来一下。我挺会炸的。来，我在这给你盯着，来。哎呦，撇这么开。
我觉得七块太少了。哇，他手长。哇，他有身高优势。哇，五，你早点上来呀，马神，你让他来的。五，哇，最后一块了。哎呦，还能修复呢！哎呀，还能给我捋直了。哦，哎呦呵，哎，最后一块。哎呦呵，这小伙儿。哇，哇，哇，哇！早点上啊！再给你个八个，八个试一下。你别为难人家了。这个 Z 世界播 ，Z 世界能播吗？能播，必须给你播。你整出八个，你都是我的世界了。快点的。你那个手往前，借助点力。哎，对，要不要我帮你们一下后面？可以，来帮你一下。要我有点像回到艺考的时候。哎呦。哎呦！哎呦！呀呀呀！九个看不看？九个看不看？张震远，九个，九个，九个，张震远，九个，张震远，九个，九个，张震远，张震远，九个，九个有看的没有？九个有看的没有？我行！哇！行了行了行了，那就恭喜白队。凯哥、真源都挑战成功，所以白队可以在这个项目上获得十分。那接下来我们进行这个项目的第三次竞拍，这次成功的话可以获得七个积分。参与竞拍的是棕队和黄队。你们能几个？咱们正确评估一下。我们就六个。我们六个已经极限了，你们也看到了。我们六个是极限。咱们就拍七个吧。我们六个是肯定的，十拿九稳的。对，咱们就拍七个，不然就直接没机会了。你们只能七个，拍吧。他们抢，我们六抢了，六抢了，六抢了，七七。我们抢了六，六六六，还赖一个，这组太狡诈了，还赖一个。这个组擅长狡诈呀！好，我盯着，我盯着，我先吧，我最废。好，劈开，不是我脚踝在这儿，去去，我脚踝在这儿，都到膝盖了呢。我脚踝在这儿，天下第一赖呀，这人，来，来来来，哎呀妈！脚踝真在这儿，我脚踝我就跟腱长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好，劈开，劈开。哎，可以耶，这才一块，你在干嘛？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你要砍过去是吧？你跟我也差不太多嘛，反正。可以的。哎。可以的。哎。哎。哎我这盯着你呢，放弃啊，放弃！来下一个，好，周深可以啊，周深规矩人，规矩人啊，规矩人。我已经到头了。两腿打开。你怎么的？嗯？你也想往前搓一搓？这段好像在哪看过似的。我们得不了分了。你推我一下吧，我推你，我推你，我推你，来，来，一二三，啊，不是，啊，我干嘛了？我这，你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我可以，我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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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推我，推我，我忍住，一二三，真硬，真硬啊，第二块，你确定？陈哥加油！好嘞，你也加油！好，一二三，走！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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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三块，第三块，你这么远吗？给我第三块，这么可以的。陈哥加油！我觉得你往前可以错一点。我不要，
三二一走。好，三二一走。三二一走。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小妹儿啊，这是脚踝对吗？你就自觉点啊。我你女生来吧。一块。呀，很轻松呗。两块。三块。太轻松了吧。四块。一块，这六块是吗？我们这六块，要不要切？这压一下就赢了，可以。哇，这么轻松啊！再挑战个七块吧，给。我们只要了六块。你挑战一下，挑战一下。你要是这一块上去以后，我们再也不说你人高马大了。对，马上把你说就是甜妹。甜妹加油！甜妹加油！甜妹加油！一二三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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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挑战一块，八块，八块！看看你们柔韧度咋样？一条腿放到另一侧膝，一另一侧膝盖上，一另一侧膝盖上。听懂了？听懂了还是怎么着？一条腿放在另一侧的膝盖上。你要这个动作回去啊？对，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叠加，不断叠加。他现在就在下一个动作出来，他这个动作就锁死了，是吧？行了，下一个已经到极限了，不能叠加了。两肘相碰。啊，我都碰不上。你这个肌肉太强了。哦。我脚后跟。好奇怪，手肘顶膝盖，两脚内拔，哎哎，就这样。咏春，叶问，来你选吧，你去吧，你先选，来来，你让我。刚才你怎么不让我去呢？不是，这次确实你先选。这是啥？第二排，两脚内八，一只脚踩在另外一只脚上，这怎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就你单脚趾踩上也行。哎，走走走，我不走了，我在这待着行吗？不行，走走，你完成不了你就投降，你就下去啊！臣妾做不到啊！好厉害啊！手摸小腿肚。手摸小腿肚，你不行，你肘是在上面膝盖上啊。我有一个东西叫臂长，你不知道吗？这赖了，你拿那手摸。不是，我这儿不也不算，我这儿。那你要顶在膝盖上。顶着。那你摸。翘起来了吧？不行不行，开心了吗？对，就得这样啊，不能玩赖啊。哎呦，哎呀。不容易啊，过去一趟。这啥呀？你是什么？毒是不是出来？哦，因为它还是一手的动作，手绕脖子摸耳朵，这就没了呀。啊！哦，假的？再摸脚。哦，大哥爹。哎，摸到了，但是摸到了怎么回去呢？他回不去了。再用左手行吗？就是左手摸你的啊右耳，那不就这个意思？下一条就是把你的左脚含住。一只胳膊环抱大腿，这咋办？这肘是这样的，环抱大腿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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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他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吧？那你看看有没有剃光络腮胡？脚跟相碰。啊！我这个腿只要搭在就行吧？但它没有搭在膝盖上了，就这样交叉一下碰上，还不行。
把那前腿伸直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游泳，行了吗？回来吧。两边肩膀一高一低，一条腿的膝盖不能弯曲。啊、那我就是。对吧？现在刚才是这样，相信一条腿不能弯曲，对不对？该我了。哎呀，感觉我特像一个思考者，你知道吗？我应该体验按摩吧？马萨鸡，恭喜腾腾可以享受一次十秒的泰式按摩。Thailand， 哎，不能按腿，这不是肾不好才按的吗？等会儿，哎，哎。哎，技师笑得比他都大声。还坚持不坚持了？十秒绝对有了。时间到。你这一头一尾，起码你的腿还是灵活的。他怎么抽啊？哎呀妈呀！导演，你帮一下吧，太可怜了。惨不忍睹，真的。啊！谁帮我呀？快去，单膝碰地。我一直碰。他现在就单膝碰地。就是你所有动作都要保持一个膝盖在地上。Oh my god！ 太惨了，太惨了。脚心相对。脚心相对。傻了。大哥很像一条美人鱼，还要挪脖子，就这个，一只胳膊保持直立，用腋下夹起这张牌，一只胳膊保持直立，没了，你刚才那只不行吗？直，这也是直立啊，你往下直立啊，沙哥，哎，对对对对。沙哥主打一个四肢僵直，好偏呐！剩最后一个能动的，这比刚才那趴还累呀！啊，选一个，单脚颠地。他怎么老跟腿有关？对对对，走回来啊！OK， 白鹿够，白鹿够不了，快，这一趴是属于你的游戏，我都没玩过你，快！The zombies are coming！ 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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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我膝盖要着火了，膝盖要着火，膝盖要着火，耳朵也着火，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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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哪个？最右边那个吧。这个。啊。马萨鸡。怎么像在放烟花一样？时间到。高虎哥。用下巴夹住牌。哎，啊，那我又抓又，你抽到了两个右手，行，我失败了，我失败了，你解脱了，子弟啊，解脱了，你看这负伤的这个，匍匐前进，单腿直立，你这个姿势再立起来就好了。窝起来，窝起来，大功臣是后边兜一下，这，我就摔倒了，我这还死死夹着呢。哎呀，你看这夹的已经都夹湿了，我的妈！好，这一轮结束。哇！哎，你怎么打？
right now。第一轮有三位成员是打平的，接下来是第二轮。我觉得真的是很人性化，那边我们战损，这边修复，然后就是修复。这把有的看，这把是血战到底啊！这把血战到底，谁先来？这把有的看，这把是血战到底啊！这把血战到底，谁先来？毛毛弟先，我先吧。一只脚高度超过膝盖，我觉得你先选一个地面动作好一点。地面动作是吧？一只脚高度超过膝盖，脚超过这样是吧？对。这个位置怎么？这个位置有毒。一条腿放在另一侧的膝盖上。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。下巴碰膝盖。哇！一来就这么狠了吗？上来就这么狠。这个位置也有毒，三弟这可难了。已经感觉到了这一把的这个强度啊，强度了。膝盖相碰。膝盖相碰，海哥，双腿交叉，交叉，哎，接着抽吧，下一个，我呀，对，凯哥，一条胳膊抱住大腿，双手合十，啊，对。我俩手都没了。我觉得我们俩运气比较差。你比较差，我还行。一边小臂紧贴大腿。哎，好累呀、啊。好心酸啊。单手环腰，胳膊贴住耳朵。一整个把自己锁住了，这样对吧？你想怎么回来？我问问你，不是周深感觉特惨，周深不是周深感觉冷，莫名其妙的感觉特别又冷又饿，就是马杀鸡，马杀鸡，马杀鸡，用肩膀和头夹，哎，夹住刚才一模一样，你俩一模一样，我是一胳胳膊肘，完了。我能感受你刚刚那脖子不舒服是吧？你是忙什么业务？给谁打电话呢？又？哎喂啊啊是是是，按摩呢按摩呢啊，行行行，一会儿回去吧。我帮他吧，我帮他。来，你要哪张？第二个，这个啊，马三进，马三进，左手捏住鼻子，我俩手都没了，这脑袋就得放底下了，脑袋就得放底下了。那咋回去啊，兄弟，咋回去啊？海哥怎么逐渐变成了我呀？嘴巴碰到手背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很简单。哎，这行，把牌抵在右边眉毛上，这个暂时只能这样。你唯一的一只手也用了啊。这是你要撞到我了，这个只能是这个，只能是这个了。如果再卡一张牌咋整？我看一下。马萨基 ，Come on！ 就这姐姐贼喜欢王鹤棣，刚才都擦出火花了，有点。可以了。No！不可以 ，no！ 弟弟，脚底板是不是扛不住？有点。OK 了，时间到了。OK， 时间到了，可以了。高兴的呀，喜欢 F 四啊。再来一张。再来一个马杀鸡。马杀鸡啊，马杀鸡，
着高兴的，又到我了，吃吧吃吧，给你这句，好多人长得笑的眼睛都合不拢了，这是。很胖的。哎呀，到了吗？好，时间到。OK。深深，你要不放弃吧？哇，脖子要扭了。一只眼睛有点累。白热化阶段了。可以啊，我先点播马杀鸡。到我了是吗？马杀鸡。头扭向一侧，还好。这样免了吧。谁怎么了？手背碰到肚脐。掉了！周深淘汰。太掉了！周深解脱了，可回来了。满头汗。你是拼命吗？观众是能看得见的。不行，屁股着了是吧？屁股翘起。翘起？怎么翘起啊？我可以帮你一下。不行，那我手合不上。那你就得站起来。起来吧，站起来。凯哥，我这是什么酷刑？随便来一张。用下巴夹住牌。What？ 极限，真极限呀，哥。凯哥淘汰。尽力了。Oh no！ 单腿站立。绝对的核心力量，哇，这太考验了。就我和 baby 姐了是吧？啊，对。来，血砖到底。哪一张？就这张。这砖这张。哎，对。你说快点。赢了，给你好了。你是马杀鸡王子吗？马杀鸡，太难。